但是打广告一下，打广告一下，对。内地看不到，巨兽看得到哦。哎，还没买票可以去买票哦。然后那边有教父啦，可以去买酒喝，好不好？教父老板在这边，我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哦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是白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我们准备要带来最后一首歌，最后一首歌通常都是最压箱宝的歌。好，你要讲什么吗？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啦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刚重组，觉得很辛苦，玩团很辛苦，大家支持一下，按个赞，谢谢。我们是出大队，然后有兴趣买 EP 的话，找这个高高的妹妹。带来这首歌，在一起。你说你想要飞，飞到另一个世界。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做了准备。
谢谢。